郑晓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东方艺术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各位观众，大家好。上一讲呢，我们讲到了司门借势，秦居自残。好，下面呢，我们接着往下讲，所谓舍乐方孝，延安以叹。啊，这个叹字呢，这个地方有一点残破啊。它的笔顺呢，哎，它的字法呢应该是这样啊。这样，所谓舍乐方孝，延安以叹，岂为为字这个地方也有一点残破，哎，这个字应该是这样啊。嗯，岂为助想刘波啊，这个波字也有一点残了，哎，它应该是这样啊。岂为助想刘波将以缠缓，一个口字旁一个单字，缠缓之奏，演奏的奏啊。词神虽患，方思早会啊，会字，哎，这也有一点残了。早会之文啊，这个地方少一个之，之文。我们先解释这一段哈。所谓舍乐方孝啊，这个意思呢，来源于陆机的《文赋》啊。陆机在《文赋》里面说啊，一个诗人啊，作家啊，如果说他的内容啊，他所写作的内容啊，他是欢快的话，那会使他的这个文字的风格呢，就是出现这个欢快的这样的一种情调啊。那如果说他写到悲伤的这些内容呢，这个延安以叹啊，那么他的那个文词里面呢，显示出来的这种情调呢，也是伤感的啊。所以这里面讲的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啊。岂为助想刘波啊，这个想字我们跟现在的字差距比较大了哈，哎，上面是互相的相，下面的心啊就省略为这样一短横了啊。岂为助想刘波啊，将以缠缓之奏啊。这个助想刘波这个典故呢，是古代的这个伯牙古琴的故事哈，就是在列子里面有记载哈，这个钟子期是非常善于欣赏音乐的哈。那伯牙古琴哈，他这个弹琴，他志在高山啊。他这个弹琴的时候，即兴的这个表演啊，他想着这个大山的时候呢，这个钟子期呢就说：“峨兮若泰山。”啊，他说这个里面那个音乐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形象啊，非常的巍峨高大啊，好像仿佛看到了巨大的啊这个泰山了啊，然后呢，这个伯牙古琴啊，志在流水啊，钟子期又说啊，洋洋兮若江河啊，就说听着他音乐里面的东西啊，那个波涛滚滚的那种这个江河的那种气势呢，就在他的音乐当中可以感受到啊。那这个就历史上成为一个知音的故事啊，就是他是懂行的啊，能够听明白这个艺术语言背后的那个情感的啊。那苏过庭这个地方引这句话啊，说岂为助想刘波啊，将以缠缓之奏。缠缓之奏呢，意思也就是说那个缓慢的哈，欢快的啊，那种这个音乐的那种这个旋律哈，他说岂为，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哈，
那意思是什么？因为前面讲了书法嘛，啊，讲了这个王羲之的这么多的作品，什么样的这个情感，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风格啊，所以呢，他说设乐方孝啊，言安以泰啊，这个内在的这种这个情感啊，它会影响风格啊。那接着呢，又引这个音乐的例子啊，岂为驻响流波啊，将遗遗是留下给予的意思啊，这个遗。将以缠缓之奏啊，哪里仅仅是音乐是这样呢？说这个他想到了这个流水哈、啊，那么这个音乐这个乐音的组合和这个起伏的旋律当中啊，就体现出那种啊江河流水的那种这个流畅啊那种激荡啊。那意思也就是说啊，不仅仅是音乐啊，是情感啊影响形式啊，我们书法呢也是这样啊。好，下一句是以绘画的例子来做这个比喻。驰神虽坏啊，它是一个并列句哈、啊。不仅仅是音乐是这样，绘画是这样，我们书法也是这样啊。这个逻辑呢是这样的啊，就是说驰神虽坏啊，这个虽水呢，是从河南啊这个开封啊流经这个宿县啊进入泗水的一条河啊，涣水呢。也是从河南流入这个淮河的这一条河哈、啊，从这个陈留到宿县到淮河哈、啊，那这两条河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哈、啊，江苏哈、啊、这个北部哈、啊、河南南部哈、啊、交界的那一带哈、啊，蚕桑业特别发达啊，所以呢丝织业呢那个地方就很繁荣哈、啊，所以呢要丝织的话呢，它就涉及到这个染织了啊，所以的话呢。对于这个色彩图案的研究哈、啊，那个地方呢就比较发达，而且由于这个丝织业的繁荣呢，印染业的繁荣哈、啊，它那个两条水呢，因为染了以后都要洗嘛，涮洗哈、啊，所以两条水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太发达了，所以呢，那个经常颜色会在河水上这个漂流哈、啊，所以呢，据说那个地方的水呢，颜色呈五色哈、啊，这个。河水成五色啊，图文呢很漂亮啊，所以古代呢就有这样的说法哈、啊，就是说要学这个图案，学这个彩绘的话，就要到那儿去啊，到这个虽涣啊，虽水啊，涣水啊这些地区去学习啊。所以呢，这个地方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哪里仅仅是音乐驻响流波，它具有这个让人想起哈、啊，河水哈、啊、那种这个流畅哈、啊、那种汹涌的这个气势。啊，哪里仅仅是绘画啊？你想到了那个虽水和涣水啊，然后呢，你心中啊，方思藻绘，藻绘也就是图案的这种这个彩绘啊，方思藻绘之文啊，这个文的话呢，通啊两个字，古代本来是，原来是这个文哈、啊，是这个图文的文啊，那后来这个文呢，这个意思延伸了以后，变成了文化的文啊，那么这个文呢，啊后来呢。重新这个造了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加上绞丝旁的文啊，就是表示图案的意思啊。那原来这个汉字的这个文，它本身实际上就是指图文，在经文当中啊，它是一个人啊，然后呢胸口有一个啊这个纹身的图案啊，所以这个文本身指图案的意思啊。后来引申出文明文化，那抽象的含义以后呢，这个图文的文呢就加上了一个绞丝旁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绞丝旁的这个文的意思，指图案啊，就是哪里仅仅是音乐是这样，绘画是这样啊，就是音乐家演奏的时候想到了流水，所以音乐里面呢就有了这个流水的表现啊。那这个绘画哈、啊，这个图案啊，这个创作者他想到了这个虽幻啊，想到了这个五彩的这个波浪啊，那么心中呢就有了这个非常美丽的图案的这样的想象啊。那不仅仅是这样啊，就是说你心中所想会影响你笔下的表现啊。那我们书法呢实际上也是这样啊。那孙过庭这里呢就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啊，虽其目击道存啊，虽然对于这个高水平的人来说啊，那么他一眼看到以后呢，他就能够把里面的这个这个奥妙的东西呢给他这个领悟了啊。目击啊，击就是眼光啊，一投射过去啊，道就存了啊，就已经被看到了啊，就被发现了啊。
木基倒存啊，这是也是我们古代的在艺术史上有影响的一个一个这个成语了哈，表示反应很快啊，一看到以后马上就领悟了。虽其木基倒存啊，尚获心迷意串啊。他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内在的情感和外在的形式啊，这个呢是书法啊、绘画啊、音乐都是一样的，诗歌都是一样的啊。但是虽然说有的人高水平的人呢是目击道存啊，一看到这个作品以后就能够领悟到背后隐藏的啊作者所要表现的那种情境，但是呢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啊，所以呢还是有很多人呢心迷啊意喘啊，这个迷表示是没有想明白哈，心迷啊，意喘啊，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含义的意哈，他把这个字呢变成了下面的我呢变成了竖写的结构啊，它的笔顺呢这样的啊。下面的葛字的部分啊变成了这样了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在草书当中啊，我啊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结构啊，它把这个葛和这个左右的这个关系呢变成了一个上下的关系啊，这个我字在草书当中啊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写法啊，所以上面呢是阳啊。虽其木基倒存啊，尚获这个地方的尚获啊，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啊是这样一个判断啊，尚获心迷意喘啊，还是不能够正确的理解啊。那导致的结果呢是什么呢？莫不强名为体啊，那些人对于书法的理解啊不准确啊，不深刻的人啊，他会怎么样呢？他会看到了这个表面的形式呢，他就做一些机械的划分啊，这就是强名为体的意思啊。比如说乐毅论、黄庭经啊、东方朔画赞啊，这些形式不一样，是因为它的内容呢影响了王羲之的这个心情啊。那写的时候呢受这种心情的影响呢，他的那个风格呢就略微有一些变化。但是有一些人不理解这个形式和这个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这个情感的这个关系哈，所以呢他心迷意喘啊，对于这个作品的理解啊心里不明白啊，那么解读呢就发生了一些偏差啊，偏差呢就导致了莫不，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人不啊，他们都强名为体，就很勉强的啊，很机械的啊，把这些作品的风格呢给它做一个概念的这样的一个划分啊，强名为体。比如说我写的是黄庭经体啊，我写的是乐毅论体啊，而不知道背后是情感的因素导致了风格的差异啊。共习分区啊，这个分区的意思也就是说把这些作品呢加以分类啊，加以区别啊。莫不强名为体，共习分区，也就是说不理解艺术背后的那个情感的元素啊因素，而看着这个形式呢勉强的啊这个机械的把它分为各种各样的类型，然后呢就这样去反复的去练习啊。岂知情动形言啊，这个言字上面有一点残破啊，就是语言的言啊。情动形言，这个是曲绘啊，草书的曲，这个左边的耳朵省略了，右边的呢也省略成这样啊，就变成了这样啊。好，曲会风骚之意，风骚啊，风是《诗经》里的国风啊，骚呢是《楚辞》里面的《离骚》啊，这个是古代的这个著名的这个诗歌作品啊。那这个地方呢，风骚呢就代表诗歌了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哪里知道啊？岂知啊？他们哪里知道啊？这个情动形言，曲会风骚之意啊。我们书法呢也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啊，情动形言是古代这个文论里的一句话哈，他讲的是诗歌的啊。那孙过庭呢把这句话引过来说呢，就是说那你们哪里知道啊，这个我们书法也是这样哈，是情感啊这个培养啊，这个培育于心中，然后呢才会有书法语言的这种风格的表现啊，这就是
情动心焉的意思哈，情感啊，情动于中啊，而形于言啊，而从这个外在的形式呢表现出来啊。我们书法的这种情况的话，是跟这个诗歌是一样的，曲会曲是拿过来的意思哈，会呢是碰到啊。那这个地方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用书法来表现情感，这个跟我们文学呢是一样的，是同样是以情感为这个内在的这样的一个跟一个源泉啊，然后呢去寻找这个恰当的形式表现，这个是曲会风骚之意啊，和这个诗歌啊寻找合适的恰当的语言表现情感，这个道理呢是完全一样的啊。阳书阴残啊，好，这个阴啊这个地方又残破了啊，阴字的话呢应该是这样啊，下面一个云啊，阳书阴残啊，这个残字呢，注意下面三撇呢写法变了啊，下面变成了一个未来的未一样的啊，这是草书里面的也是比较多见的啊，阳书阴残啊，这样啊，本乎天地之心，那这个地方讲的还是这个自然啊，这个情感啊，自然生活情感和艺术形式的关系啊。那这个地方的意思也就是说啊，在芳春时节啊，那么心情就会比较愉快啊，阳舒啊，然后呢在这个近秋啊，阴翳的天气，那么内心呢就会比较这个低沉啊。那这个原因呢都是因为本乎天地之心啊，都是和自然呢联系在一块的啊，来源于自然啊，大自然的这种四季的变化在人的内心引起的这样的这个情感的变化啊，这一句话实际上和上面那一句啊，情动心焉，曲会风骚之意啊，阳舒阴惨啊，本乎天地之心，实际上呢这两句是一个对句哈，讲的呢都是啊这个艺术的这种这个形式啊，它背后呢是有这个情感的这种支撑的啊，它的源泉是来源于生活啊，或者是自然，或者是生活啊。既失其形啊，那回过头来啊，他来评论这个强名为体的这些人啊，强名为体，共习分区，对不对呢啊？他说，如果说你们不知道这个形式背后是情感啊，它是来源于生活和自然，那么既失其形啊，你把这个啊，它最核心的东西你都给丢失了啊。注意这个失字残破了哈，哎，失字是这样写啊，既啊，表示已经啊，既失其形啊，这个其啊这个地方也残破了啊，既是其形，理乖其实啊，中间有点残啊，元夫所至，安有体哉啊？这地方他就批评了这个我们这个书法界的这些啊，这个只看到这个表象而不去研究啊，不去这个体会领悟背后啊那种深藏的情感啊，这样的一些书法家啊他们没有这个真正的理解这个书法，王羲之的书法啊，那他把这个最核心的东西丢了啊，既失其情啊，那么毫无疑问呢，理乖其实啊，他们所那个他们所做的那些阐述理解啊，那按道理来说的话呢，他就乖其实和实际不符了啊，这个乖呢是不相符的意思，错开啊，他的笔顺呢是这样哈，这样哈，它的笔顺和行书呢不太一样啊，从右上起笔啊，理乖其实啊，元夫所至，元是考察的意思哈，唐代的大文豪韩愈写过一篇元悔啊，这个元就是论的意思啊，就探讨哈，然后这地方元夫所至啊，我们去寻找考察去它的这个来源的话啊，哪来的哈，安有体哉哈，怎么能啊这样强名为体呢啊，用这种形式啊就把它给它这个机械的这个僵化的加以命名呢，哪里有什么体呢啊，安有体哉啊，这个哉呢也是啊本来是一个横向延伸的字呢，变成了一个竖写的字啊，跟前面的意义的情况差不多啊，笔顺是这样啊，安有体哉，
好，这个地方他讲的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说你不理解这个作品背后的情感的话，那么你对于这个艺术形式的把握呢，你就是没有到位哈，不深刻。如果仅仅看到了形式，然后机械的去模仿，而把它称为是某某体某某体，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理解王羲之的书法。那么你学习的书法呢，实际上呢还没有真正的把握这个艺术的这个精髓啊。那怎么去把握精髓呢？应该从最内在的这个本质啊，去把握它的情感啊，然后呢再去寻找情感和形式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去把握的话呢，就对于书法的理解呢，就是这个吻合了这个艺术的这个本真了啊。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读啊。夫运用之方啊，虽有几出，这个运字呢，它这个残破了以后啊，因为在历史上流传过程当中几经割表啊，几次那个接下来又重新表，所以呢，它这个笔划呢，这个往上贴的时候贴错位了啊，所以看起来有点乱啊。实际上这个运字呢，这边是一个均字，草书的均，这样写啊。然后下面一个走之简化啊，这样啊，夫运用之方啊，虽有几出用之方啊，虽有几出啊，规模所设，信属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苟知其数啊。这个地方其，残了，数。是可兼通，适应的是啊，可兼通啊。好，那前面讲了这个艺术的这个形式和这个内在的情感的关系以后呢，接着呢，孙过庭呢来阐述一段啊艺术的这个规律啊，创作的规律。他说：“夫运用之方，虽有几出啊，就是说情感和形式啊。”虽然这个形式是由你这个创作啊，由创作者啊自己啊所这个构思所这个想象来决定的啊，运用之方，也就是说你可以调用的各种艺术的表现手法啊，虽有几出，虽然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啊，也就是说当你创作的时候啊，我们一般的说都会想象都会这个在脑子里面啊，像这个文学创作啊，美术创作啊，书法创作啊，这个虽然这个各个艺术家他这个创作的自己的习惯不太一样啊，但是大体上啊，这个都会有一个前面有一个构思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可能有长有短，有简单有复杂啊。我们写字可能跟这个画画写作不一样啊，我们可能略想一想，我怎么这一篇字我准备怎么写啊，这就是一个。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构思的过程啊。那孙过庭这里讲的就是夫运用之方虽有几出啊，你想怎么写，虽然是你事先啊由自己想好的啊，虽有几出啊，但是啊这里面讲到了一个艺术的规律啊，就是这也是孙过庭非常杰出的地方啊，他观察体验到了在艺术创作当中啊，有那种这个现场不受自己预先构思约束的那种临场发挥的现象，书谱里这段话呢讲的就是这个艺术的原理啊，所以这个思想的话呢也是应该说在中外艺术理论上都是获得广泛认同的。那孙过庭在唐代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艺术创作当中有这样一种非事先构思的这样的一种现场发挥，这也是应该说是非常的了不起的一个艺术总结了啊。规模所设，信属目前，但是你写出来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啊，规模啊，也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啊，什么样的一个模啊，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规的话就是有一些形式的条条框框啊，这个模的话那就是一种样式了啊。规模所设，信属目前，那就是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啊，是什么效果，那却是看你临场的发挥。目前也就是说你写的时候你落笔以后具体怎么写，那会有现场在你的这个创作情绪这个亢奋啊激活这样的状态下，它有自己的一个行进的逻辑啊。有的时候你想的是那么写，但是第一笔下去以后，第二笔就按照第一笔的这个逻辑要求来写了啊，跟你想象的就不一样了。最后写出来以后呢，可能跟你原来构思的呢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在文学创作当中非常的普遍。
在这个这个其他的艺术门类当中也很常见啊。那孙过庭呢，就是揭示了这样的一个原理。我们书法也是这样啊，你想好了你想怎么写啊，这个意在笔先了啊，但是真的写起来以后还要看自己具体的这个发挥啊。那么你临场的时候，哎，这个信属目前临场的时候，这一笔下去了以后，那一笔怎么写？它这个黑白的之间呢，它自己有一个逻辑的要求啊，它会左右着你啊，去寻找最佳的形式。那你事先想象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在一个冷静的情况下想象的、构思的啊。但是当进入创作的时候呢，这个创作的激情被激活了，那你所有的过去的学养啊、积累都被调动起来，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创造力的话呢，跟你那个冷静构思的时候呢又不一样了啊。所以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人的那个创造力呢会得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的发挥。因此的话呢，现场的这个临场的发挥，它的这个效果往往会高于你事先的这个想象啊。这是在各种艺术门类当中都存在的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进入创作的这种你具体写的时候，你的情绪高涨起来以后，那么你的那个创造力呢被更高层次上激活，所有过去所学和积累的都被整合起来了，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创造力的水平呢就是高出你一般的情况下那个水平了啊。所以呢孙过庭呢他就总结了这个规律，就是我们书法的创作呢实际上在书写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种临场的发挥呢，会远远超出你的这个意外啊。书法史上呢这种情况呢也有这个不少啊，就是说自己都觉得是超出自己的想象，有神来之笔之说啊。什么叫神来之笔呢？也就是说自己原来没想到，以为是有神灵的这个帮助呢啊。好，那我们这一讲呢内容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呢我们下一讲再讲。好，谢谢大家。